请大家合掌跟我念，记得此闲暇，记得此闲暇，而我不修善，自欺莫甚始，亦无过此愚。若我已解此，因痴复怠惰，则于临终时，定生大忧苦。愿此一切我所行，不为八法念垢染，以知诸法如幻智，无执离缚而解脱。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奇缘会上佛菩萨，南无奇缘会上佛菩萨。好，请放掌。诸位善知识，那么首先让我们共同发起无上的菩提心，为一切如母有情，速速地从六道轮回的生死苦海之中解脱出来。所以呢，我们要开般若智慧，证悟万法平等大空性。因此呢，我们继续来学习《金刚经》。那么今天呢，是第十二讲了。昨天我们已经讲到了二十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那我们讲这个偈词呢，它可以分为六重含义，前面已经讲了四个方面。那么总之呢，就是如果我们运用大脑思维呢，就是活在情绪里面；运用灵性生命思维呢，就是活在智慧里面。而一个活在智慧里的人呢，他就会跟自己的本性连接，跟万法平等大空性连接，所以呢，生命的活力就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正如一棵树，它的树根被斩断呢，它就会枯萎呀。同样的呢，如果我们迷失本性呢，那么跟我们这个平等大空性呢没有连接的话呢，当然生命力就会越来越枯萎呀。所以呢，要通过学习《金刚经》而开启般若智慧，并且来说，这个偈子呢，也是防止误入修行歧途的智慧宝剑呢。那我们今天继续讲从第五个方面呢来讲这首偈子。
在玄奘法师意境法师的译本里面呢，这个偈子后面呢还有一个偈子，那么藏文金刚经也是如此，后面呢还有一个偈子，印光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应当把佛的本性呢，光为法性，其实就是乘着前面那个偈子来的。前面就是说呢，不可以色见身求，因为色见身求的呢，都是色身如来呀。法身如来呢是什么？是印光佛法性，也是呢，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引导众生的导师，他的呢法身，也就是我们人人呢都本具的觉悟的能力。这样子的法性呢，它离开一切戏论了，不是一般凡夫的分别念呢所能测量。所能衡量，在祭天菩萨所造的入菩萨恒上面说呢，圣意非心境，说心是世俗。圣意地呢其实是无法言说的啊，我们这样子用语言来表述，然后我们听闻这个音声，然后用大脑思维来理解，那个绝对不是早就偏离了呀，而是要用灵性生命思维来悟，才能够真正的呢切入圣意空性啊。圣意地呢不是分别心的境界，那么我们说心法呀，说心所法呀，说心与心所之境呢，这个都是呢世俗地啊。般若经上说呢，天子然其圣意地者，远离一切名字，于真实中不生不灭，离一切能说所说及能知所知，乃至超离具圣一切智智之境。那么也就是说呢，来自于成佛之境呢，也是要不可以执着，要超越呀如果你有对这个佛陀的一切种智呢，萨婆若海的大智慧呢，你还有一丝毫的这个相的话，那么呢就不是圣意地了就不是真正的圣意地了。所以说呢，此为圣意地也。法华经上面也说呢，假使满世间皆如舍利子，尽是共度量，不能测佛智。就算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每一个人的智慧呢，都像佛陀阿罗汉弟子啊里面呢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一样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像舍利弗一样的这样子的大智慧，他们一起来思量呢都不能测佛智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圣意地啊是为正方知你没有到达佛的这种智慧境界呢，是难以真正了知的啊。第六点呢，就是念佛法门与这个偈子呢并不矛盾。有一些人听说啊，色见生求不可以见如来，他就会起疑惑啊。净土法门说要念佛要念阿弥陀佛，要信愿持名，那不是以音声求我吗？观无量寿经里面讲啊，修净土十六观啊，要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依报正报庄严，要观想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相好庄严，那个不是以色见我吗？那么跟这个《金刚经》里面这个偈子是不是矛盾呢？
其实啊并不矛盾，因为呢般若法门它是修实相无相啊，净土法门呢是修实相无不相，那么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呢来开显我们觉悟的能力。因为众生呢处处着相啊，所以呢如来就特垂方便啊，让众生呢先能够舍离染相，先能够舍离轮回的染污相，而呢观佛菩萨的清净相，然后呢再进一步呢就切入无相无不相的呢诸法实相啊。另一个方面呢是众生他不可能没有念头啊，无念境界呢为佛一人呢、自佛已还呢九法界众生心体不能离念呢，所以呢如来就特垂方便呢，那么执持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以一念代万念，既然是不念四圣法界就念六凡法界，那么当然呢就让我们直接念佛法界呀，念念呢都念阿弥陀佛，念念呢都在佛法界之中啊，所以这个是特垂方便呐、先让众生呢具足信愿来以一念代万念，然后呢万缘放下当体佛号啊，九九功身呢就能够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切入般若无住而住的妙旨啊，证得无生法忍。所以说啊，其实净土呢即是般若，所念的阿弥陀佛，所愿求生的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实相般若啊。能念的心就是光照般若啊，是心作佛，这个是光照般若，是心是佛呢是实相般若啊，是心作佛是始觉，是心是佛呢是本觉，以始觉觉本觉成就呢圆满究竟觉呀、那么当然就是般若啊，所以呢其实并不矛盾呢、净土呢即是般若啊，要这样子的呢来解佛的意趣啊，然后我们来看无断无灭分第二十七，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分呢还是究竟菩提啊，示现化身事业的现化身相，可以分为两个要点。第一呢就是不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呀，这个呢绝不是如来没有圆满身相啊，依法身等流所起的千百亿化身呢、虽然是不可以取啊，不可以取着于相，但是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相好枉然。所以如来呢紧接着就开始说啊，须菩提啊，假如你这样子想，如来并不是以具足相的缘故呢获得无上正等正觉，那你就错误大了啊，切不可做如此的颠倒想啊，因为修一切善法而成就的大菩提呢所起的化身呢当然是具有殊胜相好的呀。第二点呢就是前面啊说了呢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如果以为具足相好就是如来呢，那就是见相昧性呐、啊，直妄为真理，凡夫，也就是呢，真意而有的遍计所执啊。这里面佛陀又说呢，如果认为如来不具足诸相而得菩提呢，那就是偏到另一边去了。前面是偏有边，这里呢就是偏空边呐、啊。那就是呢，直空昧相，否认因果事相的呢断见。因果事相，从世俗地来说，这个是枉然存在的呀，是不可以否认的呀。一否认掉呢，那就是断见了，那就是断见外道了。其实还是遍计所执，就是呢减损而有的呢遍计所执啊。所以呢，要不否认因果，而又呢不执啊，不执于呢因果相，不可以执取啊，不着相，不坏相啊。而其实，如果你没有真正通达般若空性之前呢，你哪怕是有执着心来修福德，都可以呢渐次的呀、啊、不断的遇佛闻法呢，将来还有开悟的一天。如果你堕到那个断见里面去呢，那就糟糕了啊、所谓的诸佛所不化呀，那就很麻烦了啊、因为你堕到那个断灭空里去了啊、所以古德说呢，宁其有见如须弥山啊、莫其空见如芥子许。永嘉玄觉禅师也在《正道歌》里面说呢，豁达空薄因果，莽莽荡荡遭殃祸，气有浊空病亦然，还如避逆而投火。前面是不可以执着于有啊，不可以取相啊，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你气有浊空呢，那还是错误的呀、啊、就正如说你避免呢水逆，但是呢你又啊投火啊，就呢啊偏到另外一边去了。须菩提，汝若作四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这一节呢，可以分为六个要点。第一，就是修一切善法而得大菩提，而起化身。当然呢，是成就了圆满殊胜的相好啊。发菩提心，修广大恒呢、啊、修六度万恨呢、啊、以这个为因，然后呢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因果呢必然相称。如果有人以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呢成佛而没有功德的庄严身相呢，那么他就落入了破坏世俗的因果律的断灭见。要知道呢，真正发大菩提心的菩萨是不会破坏因果律的，不会偏执于空而不修十戒忍尽禅等等的善法，不会堕到顽空里去啊。第二个要点呢，就是前面的法身非相分呢，是讲修福不修慧呢是不能成佛啊。这里面呢就是讲修慧不修福呢也不能成佛啊。
龙树菩萨呢认为断灭空见呢是一种始终不能恢复的边界。在中论上面说呢，大圣说空法，未除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大圣说空法呢，是为了除众生的种种执着啊，种种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呢、啊。那如果已经成就了我空法空啊，一切不执着啊，那么呢，对这个工具也要舍离啊，空空啊。如果你执着于有一个空呢，那就是什么诸佛所不化呀，那个是一种很麻烦的边界呢、啊。佛讲空是为了对治众生的执着，是对治于呢啊，为了对治众生的着相着见呢，执着去掉了呢，那么当然呢，真正的证得我空法空啊，并不是落在那个顽空里面啊，逃避一切，不愿意去度众生呢、啊。那么你这个证的空是假空啊，不是真正的证悟空性呢、啊。真正的去掉执着呢，它会更加的呢，对那些还在无明识执里面颠倒受苦的众生呢、啊，升起大悲心，升起怜悯心，然后呢，无我利他而又不守空执啊，所以呢，不可以又偏到空边呢、啊。无着菩萨在《大圣阿毗达摩集论》上面说呢，虽离有情而有有情可得，虽离作者而诸业果不坏可得。这个就说得很明白了啊，就是说明呢，空啊是空掉对实我实法的妄执。维摩经佛果品上面说呢，诸法不有亦不无，以因缘故诸法生，无我无作无受者，善恶之业亦不亡。第三个要点呢，就是发菩提心不应取法，那么不可以呢三十二相见化身佛。另一个方面呢，也不应取非法呀，不可以说断灭相啊。离相呢，它是有相之常见呢，要离呀。那么灭相取空的那个断见呢，也要离呀。所以华严经上说呢，色身非是佛，音声亦复然，亦不离色身，见佛神通力。诸佛说空法，为自于有故，若复着于空，诸佛所不化。所以呢，修福的时候啊，不着相，就是呢福慧双修。成佛的时候呢，就会显现相好庄严，具足相，成无上菩提呀、有些人他会偏执啊，他听到这个金刚经较量功德哦，为啊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一世俱寂呢，这个功德都胜过恒河沙数七宝布施啊，那是不是不用修福了？错误的啊，应该要更精进的修福，但是呢不可以着相啊。轮王呢转轮圣王呢，他其实是因为修福着相啊，所以呢他所及的福呢是称为有漏福业呀，只能够得转轮王的果报啊。第四个要点呢是
我们读经呢，要很善于呢，去细细的去领悟佛陀在里面的这个大智慧、大悲心啊。我们看这个，我们连起来看这个无断无灭分第27哈，你看这一分，你会觉得这个话好多好多是重复的。你看，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些人他就会觉得好奇怪哈、啊，你看就是前面几个字不同，一个其实前面先说的是汝若作是念，接下来又说的是莫作是念，后面都一样，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重复呢？不是啊。你要知道我们这个经的翻译者鸠摩罗什法师，他是七佛以来都是做译经师啊，所以呢他这个经呢都是意译，他不会完全照原文翻，他把这个意思呢完整地表达出来，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做得到的啊，这个要法身大师啊。啊、哦，你看他是七佛以来都做译经师啊，怎么会重复呢？其实你要知道这个经文这样子呢，它就已经是体现了佛陀的这个大悲心在里面了。前面呢就是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临场感呢、啊，也就是说我们学金刚经呢，就是啊正在听佛说金刚经，要有这样的一种临场感才容易呢啊这个开启我们心相续的这个智慧呀、啊，在我们心相续之中呢啊种入般若这个无漏的智慧啊，所以一定要有临场感。哎，你就好像是正在听佛说金刚经一样，那你就可以体会到佛的悲心。那前面是说什么呢啊，汝若作是念，就是说呢你试着想一想看，哎，你先自己思维一下。后面呢就是提醒我们了，莫作是念，你不要这样子想啊。这个就是佛陀在耳提面命呢、啊、就是呢先让你思考，然后呢启发你，告诉你呢哪一些是错误的，是凡夫的呢执着心你要去掉。哎，没有说是一种灌输式的，你要这样不准那样，不是这个样子的呀，不是命令式的呀。要知道活在灵性生命思维里面的呢圣贤呢，他没有控制欲，他没有命令式的，而是尊重啊，而是呢启发。用大脑思维的人呢，他总是想控制什么，在家庭里面呢就想控制配偶，控制子女，在单位上呢就想控制其他人，那么然后矛盾就起来了，这个就是大脑思维的祸害呀。一个运用灵性生命思维的人呢，他任何时候都是尊重啊，都是启发呀，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佛陀的这个大悲心。所以呀、啊，学经呢学法呢要有智慧眼呢、啊、在一字一句之中你都能够体会到佛陀无尽的悲心的流露啊，和大智慧的呢彰显。哎，佛陀啊忏佛本怀，把他所证悟的生命真相呢都是和旁托出啊，但是凡夫众生呢，他用大脑思维他永远就没办法明白呀。那么第五个要点呢，我们再来解说，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重点是什么？不以具足相故，这个对不对呢？我们都知道不对。哎，如来不可能不具足啊，不具足相而成佛，哎，一定是具足相而成佛。其实呢我们要知道，如果从华严经呢，从华严的四世无碍法界来说呢，每一法都包含了法界的无尽缘起呀、啊、每一法呢都是要具足相呢才能成就啊。我们看看这盆花哦，我们看到百合花，哎，玫瑰花，还有那种种的草，还有那个叶子等等，
看起来这个就是一盆花嘛，对不对？这个是依法呀。但是你要说到这一法之中呢，它就具足一切相啊，它就是具足相啊，它就是具足相才成就啊。你看这个花，它有不同的产地，各种花有不同的产地，这里面呢就牵涉到什么？牵涉到土壤学，哎，不同的产地有不同的土壤啊，土壤学啊，植物学、园艺学，哎，气候学，哎，都在里面来了。然后这个花呢，它要运过来，我们要到市场去买，那么这个里面就牵涉到什么？哎，牵涉到这个流通的环节呀，流通啊，贸易呀，经济学呀，啊，这个货币呀等等呢，啊，每一个环节呢，它都有很多的法，无量的法呢，才能够成就这一法呀。然后呢，我们啊，有居士来插好这盆花，然后呢，这个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子插呢？这里面就牵涉到什么？牵涉到心理学呀、美学呀、啊等等等等。你看看这一法呢，其实你要是深入思维的话，它就怎么样？要具足相才能成就啊，可以说呢，任何一法呢，它就都是具足相成就啊。每一法之中呢，都包含了无量的学问在其中呢，它已经呢含摄了法界无尽缘起在里面呢，它是具足相才能成就啊。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明白了，哦，原来任何一法呢，其实都是具足相才能成就。哎，它必须要呢具足足够的因缘，那一法呢才能够得以成立呀。你看一盆花呢都要具足相成就啊，那么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然呢就不可以怎么样，当然就不可以于法说断灭相啊。这样子呢，我们运用这个法界无尽缘起的智慧来思考，你就明白不可以呢有这个断见呢，啊，不可以呢于法说断灭相啊。因为什么？因为法界无尽缘起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智慧的提升，你智慧没有提升，你卡在那个地方呢，你就会出偏差。缘起法我们知道是从缘起哈，哎，业感缘起，阿赖耶缘起，真如缘起，法界缘起。我们这个之前学习入中论呢，其实讲过了，去年金刚经那个第六讲也提了一下啊，缘起法，缘起法甚深呐，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啊，要真正通达不容易啊。宗喀巴大师在那个三主要道论呢上面就有说过啊，以现象有呢来破实执有，消除那个执实的呢偏见呢，以自信的空无呢来消除虚无的偏见呢，来消除断见，消除顽空啊。所以说事实上什么，不是像我们凡夫理解的说要证性空，是什么以有来破空，以空来破有，你搞错了，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以有破有，以空破空啊，以现象的有来破除呢这个实执无明的有，以这个性空啊，世俗的它是万法宛然存在呀，正义的上呢是性空来破除呢，破除这个断灭见呐，认为这个空无一物，这个空，这个顽空来破掉这个空啊。所以说是以有破有，以空破空啊，所以缘起性空啊，它一定是呢缘起故有，超越故空啊。你把你的思维局限性一层层打破，然后呢这个空就显出来了，是从缘起，第一个是业感缘起啊。凡夫众生指着万物呢，它是一个整体啊，是所谓的一合相，认为这个就是实法，其实不对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业感缘起啊，因缘和合才有果报啊。所以呢一切有为法都是啊业因而成立啊，
这样子呢，由业因有来否定凡夫的呢执实有，那么呢就显出执实有空呢。第二呢，就是阿赖耶缘起啊，又称之为相依缘起啊。我们的心识呢，依对境而起功能，对境呢是依心识而成显现了。哎，所以呢，是由这个相依有而破掉呢业因有，显出呢业因有空。第三重就是真如缘起啊，又称为相对的缘起。因为你如果是相依的话，心物相依啊，那么你染无心，感染无法，它是相依的，那你就永远就断不了了，它总是互相依存的嘛。所以呢，应该要有前后，是相对而成立的，并不是相依啊。这样子呢，就是真如缘起啊，以相对有呢来破除相依有，就显出呢相依有空。第四重就是法界缘起了。我们刚刚举这个例子，这个就是呢每一法，如果从世事无碍法界来说呢，就是法界无尽缘起啊。由法界缘起呢来破除相对有，显出呢相对有空。所以这个空啊，它不是直接你怎么去证空，而是什么，而是呢层层超越，层层打破你的这个思维局限性，然后呢你这个心量就宽广了，你这个画地为牢的思维局限性就打破了，然后呢这个就显现出空啊。这个空就是心灵的自由啊，你原来束缚你的心灵那些法呢就能够消失了啊，就不会束缚你了。所以这个空是心灵的自由，这个空是不执着，不是空无一物那个空啊，你搞错了哈。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啊，任何一法呢其实都是法界无尽缘起啊。所以开悟的人呢，他只是欣赏啊，没有取着，没有企图心，没有目的性，只是觉照和欣赏啊。所以你看祖师禅这每一个当下开悟，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在运用这个法界无尽缘起啊，就是在用这个世事无碍法界呀。如来禅呢是理事无碍法界呀。所以呢我们虽然还没有真正开悟，但是呢我们可以随学呀。我们学习那些见性的人只是欣赏啊。正如永嘉玄觉禅师在正道歌上所说的呀，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色，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来合。哎，你懂得了法界无尽缘起呢，你对这个正道歌你就豁然开朗啊，不然你想不通呢。尤其是后两句呢，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来合，是说呢你从未与一切诸佛的法身分离，而不是说呢一切诸佛的法身入你的身，这样子就错掉了，这样理解就错误的呀。这个应该是说是不依不异呀。你呢从没有与一切诸佛的法身分离过，这个样子呢理解是正确的呀。第六个要点呢，就是我们学习金刚经呢不要在名相上去兜圈子。有些人学这个金刚经学的头都是晕的，一下子说具足相，一下子说不具足相，一下子说是断灭相，一下子说不断灭相，搞来搞去不晓得说什么。这个样子呢，如果你用大脑思维，你在名相上去兜圈子，你永远搞不清楚，你越来越糊涂啊。一定要了解什么，了解到这个法背后呢，它的什么，它的智慧呀，它背后呢那个心智模式啊，
要不着相，不坏相，修一切善法呀。啊，为什么凡夫他会着相修行呢？或者呢，他听说不可以着相，他又落到这个断见里面，落到这个断灭空里面去呢？因为什么？问题的根源是他的思维模式呢没有提升呢。因为凡夫他是片段式的思维，而圣者呢是无穷尽的思维模式。片段式的思维模式呢，它往往就是局限的呀，僵化的呀，非此即彼啊，非此即彼的呀，一成不变的呀。所以我们修行呢，不是拿这个经来念就好，而是要开启智慧，而是要知道呢，打破我们凡夫的这个片段式的思维模式。你只要稍微打破一点点呢，很多问题啊就会迎刃而解呀。我们说个浅的例子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啊，他再一次参选总统的时候呢，他那个宣传画册啊印好了，马上准备发，哎，突然就发现什么？发现这个画册里面有一张相片呢，这个版权呢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呢某一家照相馆，他们呢拥有那个相片的版权。所以呢，罗斯福他这个竞选办公室呢无权使用。哎，这条问题来了啊！你看，如果重印的话来不及了，你把它全部销毁掉再重新来印过，这个来不及了。你如果是不跟人家谈的，人家会起诉你啊，你盗用他的版权呢。法治社会嘛就是这样子的了。如果你派人去跟那个照相馆去谈判呢，那你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啊，你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狮子大开口啊，那怎么办呢？这个竞选办公室啊想了一个方法，通知，写了个书面通知啊，通知这家照相馆呢说啊，我们办公室呢正在为罗斯福总统呢印这个宣传画册，这个画册之中呢将要放很多呢关于总统的相片，那么你们这个贵照相馆呢也有一张啊，也是在备选之列呀，但是由于呢有好几家照相馆呢都有总统的各种相片，所以呢我们只能够在里面选一张啊，所以呢我们就来拍卖这个刊登权，价高者得啊。如果贵馆呢有意思的话呢，请你们把你们的标书和呢准备参与竞标的来买这个刊登权的钱呢支票呢给我们寄过来。两天之内呢就迅速的呀收到了这个照相馆的投标书啊，还有呢买刊登权的支票。你看，只要你把这个片段式的思维稍微打破一点点，马上呢问题呢就迎刃而解了。世间法都是如此啊，何况是修行呢？你修行，你不会去提升你的心智模式，不会开启你的智慧，你只是每一天惯性的念金刚经，今天念一遍，明天念两遍，那么天天这么念，你根本上都没有开启智慧。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大脑思维呀。然后你还在妄想，哎呀，这个经里面说这个读了这个经有无量功德啊，哎，我怎么读了一年了没看到功德啊？这个其实是什么？你的智慧没有开启呀，问题依然存在呀。所以呢，关键是要打破你的这个局限性的思维模式，这样子呢，你才懂得怎么样子学习《金刚经》呢。所以呢，如果你不能开智慧，你就会被卡住。不是外在的东西卡住你哦，让你动弹不得，而是什么？而是你自己的思维模式有局限卡住你了，你的心卡住你自己了。要这样子的呢来学习来理解啊。我们举几个禅宗的公案哈，那个有一位香严禅师啊，
他有一天上堂的时候，上堂说法呢，他就说有一个人呢在悬崖边上，这个悬崖边上有一棵树，他呢用牙齿呢咬着这个树的树枝，然后呢手呢也没有办法抓到树枝，脚呢也没有立足点，是只能够用那个嘴咬着，用牙齿咬着。然后另外一个人走过来了，就问他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呢？这个时候就麻烦了，你如果是开口说呢，你掉下去就粉身碎骨啊那如果你不开口说呢，就违背你的菩提心呢、啊、你是学大乘法的呀、啊、人家问法你都不说呢，啊，菩萨要常为众生做不请之友啊，啊，你人家向你求法你还不说，你这个就违背你的菩提心了、啊、所以呢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那你们怎么回答啊？笑的人肯定知道怎么回答了谁知道啊啊很简单了你只要打破你的思维模式就行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对不对？这时候有一位招上座呢，他就从这个大众的队列里面出来说，请问师父，已经这个人上树以后呢，且不问了，已经上树了我们就不说了，不问了，请问他呢未上树之前，那么呢相言便休啊，他是故意挖一个陷阱让你跳进去，看你能不能够打破你的这个思维模式啊，所以呢你能够超越出来相言便休啊，啊，能够这样子呢你就能够明白这个禅宗的公案啊。那么我们再说一个呢，是有一位陆亘啊大夫，那么这位官员呢，他跑到寺院去啊，向一位禅师求法，说禅师啊，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呢？这禅师跟他说了一个故事，他说呢，哦，有一个人呢，在一只鹅非常小的时候啊，把这个鹅呢就放在这个瓶子里面，放在瓶子里面养这只鹅，然后呢，这个鹅就越养越大了，以后呢，他就没办法从这个瓶子里面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又要不杀死这只鹅，又要不打破这个瓶子，你怎么让这只鹅出来呢？谁知道？当然是不知道了，是不是？我们用片段思维总是卡住，随时被卡住了，动弹不得。那这个陆亘大夫也是如此，他也不是不晓得怎么回答。那么然后他说：“请问师父你怎么回答？”师父说：“你来问我。”然后呢，他就那么说了。然后呢，师父就说：“陆亘，在。”不就出来了吗？就这样子打破你的思维模式，这里的公案很多。如果呢你明白这个禅法呀，就是不断地呢开启你的智慧，那么你看禅宗的公案你就很容易通达。还有一个禅师上堂说法，他说的更奇怪，一般的凡夫认为就更奇怪。他说啊，有一头牛，那牛很大了，对不对？他从我们这个窗子的缝里面呢钻过去，头也过去了，身子也过去了，尾巴过不去，为什么？其实是你的心智模式卡住了。所以呢，所以我们要明白哈，这个学佛呢，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开发智慧的过程，要超越凡夫的片段式思维模式，要学习圣者的呢无穷尽的思维模式。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啊，会遇到种种的问题，比如说呢事业的瓶颈呢、感情的纠缠呢、乃至于呢修行道路上的障碍啦，等等等等。但是呢你学习了金刚经呢，你就能够呢发现问题背后的问题，这个才是关键呢。问题背后的问题呢，是你的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卡住了你啊。所以说呢，超越故空啊，缘起故有，超越故空啊，我们要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呢来超越心智模式。
不断地超越你的心智模式呢，就能够不断地空掉你的执着，然后我们的心灵呢越来越空灵自在呀，智慧充盈，灵性生命呢不断地觉醒，这个时候你就是被如来所护念的菩萨呀。我们经里面一开始就是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你想做那个善护念诸菩萨吗？那么你就需要不断地开启你的智慧，不断地呢超越你的思维模式。所以说这个事从缘起啊，你不能够单单学理论呢，你要运用这个里面的思维方法来破掉你的执着，来空掉你的妄执，来空掉你的思维局限性。哎，如来呀善护念这种觉醒的人，哎，我们悟到一点点我们都跟人家说，我们懂得一点点金刚经，我们有一点正量，有一点觉受，我们都去宣扬。那么呢你所在这个地方则为是塔，一切诸佛呢都来加持，一切天龙八部呢都来护持。那么如果你每天，你虽然是表面学佛，看到佛友呢每天谈论的都是人我是非呀，都是到哪里去买时装啊，都是怎么打麻将啊，那也有人跟着你，什么呢？恶鬼夜叉常随你左右啊。嗯，所以要知道啊，真正的觉醒呢是这辈子最大的福报啊。我们能够听到金刚经这么殊胜的智慧，这个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福报啊。嗯，所以呢要以这样子的不断开，以这样子的啊方法呢来不断地开智慧，这样子呢你才能够明白金刚经里面佛陀啊为我们所开示的般若智慧呀。 再看底下，不受不贪分第二十八，须菩提，若菩萨已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人，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这一分呢是方便道里面呢第二次呢较量功德。这一节呢可以分为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佛开示说，须菩提呀，如果有发大心的菩萨以充满恒河沙数世界的七宝来做布施，所得的功德呢当然极大呀。但是如果另有一位菩萨呢，他能够悟到一切法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啊，成就无生法忍，那么呢他所得的功德啊比前面的菩萨功德更为殊胜。忍呢就是智慧呀，一切法得成于忍呢啊，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呢，这个忍就是智慧。经典上呢经论上呢所有三种忍呢啊，我们都熟悉的呢是身忍法忍无身法忍呢，其实呢还有一种是叫做性忍顺忍无身忍呢。性忍呢就是信受于法呀，忍可于心呢，这个叫做信忍呢。你已经信受了，你已经理解了，发心信解呢就名为信忍呢。然后呢随顺诸法平等大空性而修行呢，这个名为柔顺忍呢。真正通达诸法不生不灭无生灭性呢，就名为呢无生法忍。第二个要点呢是我们来详细解说一下呢，知一切诸法得成于人，知道人无我啊，就能够呢破我执，知道法无我呢就能够破法执啊，二执即破，
就证得无生法忍。修行六度呢，而不住人法之相，一体空寂，湛然平等，人可于心。所以呢，说得成于人。前面的菩萨呢，他以恒河沙数七宝布施呢，这个是有漏善法呀。后面的菩萨呢，他成就了无生法忍呐，这个是解脱的真因呢，是成就无漏的福德啊。所以说呢，此菩萨胜前菩萨。佛法最殊胜的精华呢，就是无生法忍般若法门。大智度论上面说呢，无生灭诸法实相中，心已通达无碍，是名无生法忍。我们不要说证得无生法忍呐、哪怕是一刹那间能够观修空性呐、一刹那间呢能够超越你原来那个片段式的思维模式啊，能够破掉一些执着，能够开显一些空啊，让你的心更自由一些呀。对一切法无我呢，升起坚定不退转的定解呀，这个功德呢，都会无量无边，无法言喻呀。